分析这种啊，他们这个下路其实就是那种比较火男阵容。 真闷的我！我觉得伤疤挺重。行，我都弄。他们晚上线了，我们可以 A 到第二个迅捷，A 到第二个迅捷的。你 A 到第二个迅捷，刚好到线上就能。当然你要晃动啊。 糟啊！你去压人那个，我今天讨厌所有人，也包括我，包括你亲爱的。好像不是很赚啊，怎么回事？好吧。 刚刚有一个小失误，像这种，可是每个人都指望着我，让每个人都等我。我们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很久之前了。不切刀，直接一直 A 就好了。我必须了解他们。还好吗？谢了，宝贝儿。你还记得爱妃瀑布吗？我想再去一次。那我先活下来再说。 你要么就往左右走，看到人了呀！看到人如果都能被抓死的话，这个位置要不要 Q 的人往这？ 以前打峡谷之巅的时候，就是扰乱，好在我身上。你来这里只是为自由，为自由才想让我显得很帅。 他的 QW 全部都被我打，你脑子里到底？全部都被我堵打。你说之前？没什么，我从来不想。什么也不想。别留下我一个人。哎，我死了。他本来上来恶心人。瓦斯卡亚昔日的荣光，他的炸弹我能实现。把这个眼刮掉吧。 他们会不会推线？你要找我，这波不想推，那我就不推。这团真的打闷了，没打这一只团，他们的下路很难打我们这路。 我多弄一些，这是效果知道吧？洛，我让你觉得开心吗？每一天。
就刚刚什么时机该做什么事情，有你在三生有幸，稍安勿躁，知道吧，他们的玩游戏可能是随心啊，那个没拉到他。他们最后这一次，小组我的错。这小组被扭掉了。故意杀人。赶紧跟上，宝贝。我看不到他们了。我希望你能更谨慎一些。如果有人要先死的话，一定是我先。我没法看着你死。这寒冰要出啥啊？面具吗？找不到他们了，捣乱他，好，在我身上，你要是不想干的话，我想的。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为自由而战，不行。能分析阵容啊？他们这个下路其实就是那种比较果难的英雄，一定要躲技，先躲技能，再去跟他打，知道吧？我从来不想，我什么也不想。我们来看一眼，好不好？空走了。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们的心向嗯，躲到他的脸上去了都。如果我们分开了，会找到你。我们不会分开。可你总会跑不见。我没有，偶尔而已。这好处不？这波溜冰下回家会飞。我、哦、这个大人头不是我的，第一百五啊，第六，压力啊，这个不要太多，讲就好。来了，亲爱的，这么贪吗？谢谢宝贝儿，还闷呢。我让你觉得开心吗？每一个回忆啊，一刻。看不见他们了。哎，对面下路也挺贪，这倒还不回我。哇，这两个大人头一个都没吃到，这次哦，一个是我吃的六百。与人闲聊从来不是我要做的事。吃不到了，我靠！把、啊、这个塔我就吃掉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为了必须完成的目标，我可以不择手段。还大剑，我靠！闪一下。这他跟闪现还不？我来。
这怎么办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的求生欲很足啊！反杀了一个，还能打，能走位，还在拉扯，在拉，还在拉，拉了一个，我、哦、操，拉闷了，从他们红跑到我们蓝，还反杀了一个450的，还反杀了一个万豪，不喜欢追是吧？还追。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不该等我一下。我操！死死的，我喜欢。我也是。我看不到。我靠，这就被彪麻了。如果有人要先死，要砸下来了。得出魔抗了。好，在我身上。我下一件直接出个影魔刀，刀银雪加个什么？要是不想干的话，不想。算了，这我打不了，打不了。这可以了，这波。我再不走，真太惨了。他飙空的话，至少有个十秒的飞机；飙到的话，就只有四秒的飞机。看不见他。啊！你要找我？世界的真谛并不在于索取，而是欣赏。他们不见了。憎恨惊喜，把这个东西把针眼拍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打，让格温一个人去打小龙都可以。哎，不是，格局在干什么？他把一个必死的那个辅助给阿走的吗？哇，但我有问题，
什么错？哇，格局这个保护也做得太好了吧！保护，这是瓦斯塔亚的胜利。格局这个保护，说实话，这个波比玩的这真的挺好的。我脸上一直有个人保我，我靠！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打野？你还记得艾菲瀑布吗？大开刀了，大开刀了呀！这波，坏了。不想干的话，不想。你来这里只是因为我而已。不一定，为自由而战，让我显得很帅。来了，亲爱的。不吃，不吃了。如果我没有破的能力，我的小兵后面随便一波了呀。做 AD 的更打不过这，更打不动这个波比，你知道？差不多，其实做大青云应该还可以。都赢一把了。
坏了呀。